要成家了。对啊，看到他们好不容易啊，婚姻的续签。我觉得他到这个年龄结婚一定是就真的要定下来，所以早生贵子是最重要的一门课。你们希望他生几个？他自己说两个。两个。所以有没有传说说疼老婆的守则有哪些？有没有传说一下？看他爸爸就知道了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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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位是我偶像，当时他从第一首歌杀烂到现在，每首歌都是我觉得是最喜欢的歌曲，所以能够参加我偶像的这个婚礼，这样的话，大家要祝福我们偶像，百年好合，珍贵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